大家好，我是独立游戏开发者丁群。今天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Object-C。我们在上一讲当中呢，已经将你要开发一个应用呢的开发环境啊、注册和认证、开发者资格啊、以及如何在设备上运行啊、和提交 App Store 等等这些内容。在实际的开发之前呢，实际接触到 Cocos 2D 之前呢，我还希望跟大家一起看一下 Object-C 的一些特性。在这一节当中呢，我们不会将 Object-C 的语言呢的所有细节和语法呢通通的讲解啊，因为那基本上是另外一个课题了。我们在这里呢，只讲解 Object-C 所特有的一些东西。它相较于其他的开发语言，像 C 加加、Java，它相较于这些语言呢，它有哪些独特的地方？iOS 游戏呢，我们需要了解的常用的一些Object-C 的语法，像 block、property 这些内容呢，我们在实际开发当中呢用的非常多，像这些内容呢，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有的人说呢，我不需要学习 Object-C，因为呢，我用的是 Cocos 2D-X，我用 C 加加来开发游戏，我不需要学习 Object-C，这是一个误区啊。因为呢，Object-C 这种语言是 iOS 这个操作系统上的第一语言，它的接口 API 呢都是使用 Object-C 来编写的，所以说当你需要调用系统的API，比如说，你想要把一些内容存储在手机上啊，比如说你想调用 Twitter 的接口来发送 Twitter，或者调用微博的接口发送微博等等，只要你要用到 iOS 的这些功能的时候呢，你都必须要调用 Object-C 的接口啊，你只会 C 加加是不行的。所以说呢，即使是呢用 Cocos 2D-X 开发，也不可避免的要使用到 Object-C。换句话说呢，只要在 iOS 上这个操作系统上开发游戏呢，你都需要了解 Object-C 语言。好，那么下面呢，就让我们来进入代码。那么这就是 Object-C 语言的一些代码啊，在我的工程当中，Object-C 这种语言呢，从我接触到它之后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呢，它还真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语言啊，它有一些自己一些独特的东西，但是呢，它和其他的语言呢，也有很多共性的东西。那么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啊，首先呢，Object-C 语言呢，它和 C 加加很像的地方是呢，它也有头文件和。和可执行文件的概念，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一个啊，我们的这个一个类呢，一般都是由它的头文件啊，还有它的可实现文件来组成的。这种架构实际上是和 C 语言啊，和 C 加加语言是非常类似的，只不过呢，它的可执行文件呢是以点 M 文件为名的啊，还有点 MM 文件扩展名是用在 Object-C 与 C 加加语言。混合编程的情况之下，好，那么这就是头文件啊，那么也是一样的啊。当你的这个在 Object-C 当中是用 import 这个关键字，它相当于在C 和 C 加加当中的 include，它用来包含呢头文件，而头文件当中呢往往是放着一些变量，一些类和函数的函数的声明。声明部分一般放在这里，那么在 .m 文件当中是实际的实现代码，这种规则呢也是和C 加加和 C 是一样的，而且呢，大家要牢牢记住一点，就是 Object-C 呢是 C 语言的一个扩展所以呢它是向下兼容 C 语言的，你可以在 Object-C 当中呢写 C 语言，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些都是类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定义全局的 C 风格的函数
看到没有？这就是 C 风格的函数啊，它可以和 Object C 混在一起编译啊，没有任何问题。然后你调用它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和 C 语言调用方法是一样的啊。这一点也是希望大家记住的。另外呢，有一点不同的是呢，在 Object C 当中呢，它的布尔变量呢是的声明是大写的布尔。那么它用的这个布尔变量的两个值呢，true or false 呢，在 Object C 当中不是用 true or false，而是用 yes 和 no 啊，yes 和 no。这个呢，也是它比较独特的地方。那么在 C 语言里面，如果我们有一个关键字 null，大家记着吧，null 就表示什么都没有的情况。那么在这个 Object C 语言当中呢，这个关键字变成了 nil，nil 表示的是呢什么都没有的意思，它还常用来作为指针呢，指针的初始值。nil 呢就相当于C 语言和 C 当中的 null 啊零啊，说到指针呢，在 Object C 里面所有的对象都必须用指针来使用。这一点呢，除了基础的，除了 C 语言C 风格的，比如说结构体可以不是这样子，但是呢，Object C 自身的这些对象呢，必须都是以指针形式出现的。如果你不带指针的去声明一个对象的话呢，就会有那报错啊。这一点呢，请大家记住。另外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ID 啊这个关键字，它呢相当于是 C 加加语言中的 void 指针啊。它表示呢，当你无法确定一个指针所指向对象的类型的时候呢，你就用 ID 来表示啊。ID 呢就表示一个 void 指针。Object C 当中的字符串呢，一般是用 NString 这个类型来定义。大家看这段代码啊，这里声明了一个 NString 的指针，它的初始值呢是 nil，就是空的指针。那么呢，它呢，在这里面呢，会根据情况呢，它会等于不同的字符串。那么这里我想着重讲的就是这个 at 符号符号加上一个双引号括起来的这么一段话，就是声明了一个声明那个临时的 NString 的这么一个变量。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写啊，它实际上呢相当于这样一段代码，比如。那么这个 OK 这个呢，它就相当于这样一段代码啊，我们声明一个临时的String 对象，然后呢，用 NString 的方法来创建它，NString with UTF-8 就是指的 UTF-8 风格字符串。大家看到没有这里不用写了，因为这里呢就是接受的就是字符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 @OK 这个呢，实际上它相当于定义了一个临时的变量，就是这个那么你每次都写一个 NString with UTF-8 的话就比较麻烦，所以呢，在我们的程序当中需要用到字符串的时候呢，我们直接呢就可以创建它，用这个 at 符号的简写方式就可以创建它。但初学者犯的错误呢，经常会这样子啊。大家看到，如果你这样写的话，会报错，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相当于呢，如果你这样写，它是一个 C 风格的，字符串。C 风格字符串大家知道，它实际上是一个叉。这个类型的指针，如果把 X 类型指针赋给一个 NS，
这个 string 类型的指针呢就会报错啊。正确的写法呢，应该是加上这个 at 符号。这就是呢 at 符号在字符串当中的用法啊，也非常的简单。那么呢，像这种情况呢，这里呢实际上是创建了 NSString 的一个对象。再来看函数调用啊，函数调用呢也很有意思啊，在这个 Object C 当中呢，如果一个对象要调用它的一个函数或者方法的话，它是用这种形式写的，就是用一个中括号呢把它括起来。那么 Object C 里边呢，实际上呢。啊，准确的说，不能用函数调用这个词，为什么呢？Object C 当中宣称呢，当这么用的时候，实际上是向这个对象发送了一个这个消息啊。这是它准确的说法。那么是在实际使用的当中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函数调用啊。这个，如果我在本讲座当中经常说到函数调用这个词的啊，实际上。它也是指的啊，用准确的说，Object C 里边呢，就是向这个对象发送了一个消息啊。好，大家看到啊，这是它的函数调用的方法。那么实际上在其他语言当中的调用呢，就不是这样子的啊。比如说，我们在，我们如果是 C 风格的函数调用的啊，C 加加风格的话，它可能是，comsat 啊，这是一个变量。然后它会用这个符号来表示，调用它的，比如说，假设说相同名字的，这个函数，它是应该是这种样子，对不对啊？那么在，Object C 当中呢，就不是这么写啊，只是可以认为是格式上的区别啊。Object C 的类呢的定义呢，也用了不同的关键词，它呢。在头文件当中声明一个类呢，它使用的是 interface 啊这个关键词，用这个前面加 at interface 这个关键词表示呢，它要开始一段类的声明。那么呢，相对应的结束呢，声明的结束是用 at end 啊这个关键词来定义的。这样在这之间呢，就是类定义的相关的内容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有一个大括号，这个括号里就是它的成员变量，Object C 当中呢，默认的这些成员变量都是 protected 啊，就是它是受保护性的。那么呢，我们也可以呢，通过public 的这种关键字呢，来指定一些成员变量呢，是可以对外访问的。但是呢，实际上。在 Object C 当中，更多的是使用 property 这种东西呢，来做类似的事情啊。其实很少会这样用。那我们在后面会讲一下这个地方呢，大家记住这是 property 就可以了。哦，那么类的定义呢，还有它的方法，也所谓的在用 Object C 语言来说呢。所谓的它的这些消息啊，将来发送给这个对象的消息，那么这消息呢，也会在大括号外边呢来定义。那么消息前面呢，有的这个方法前面呢用了减号，有的前面呢用了加号。我们还能够看到用加号的例子啊，在这里面啊，看像这里有的用加号，有的用减号，这个的区别就相当于 C 加加当中的。静态成员函数和普通成员函数的区别。如果说这个对象呢，这个函数呢，它是静态的话呢，就是说它是给整个类所提供的，所使用的呢，它就是前面是加号。如果是减号呢，就是它是给一个对象给你这个类的对象所使用的。那么相应的呢，也和 C 加加当中一样的。那么静态的这个函数当中不准调用，这个对象的成员变量或者是非静态的函数这个是和 C 加加一样的也不能使用 this 指针。在 Object C 当中，this 指针呢，
啊，是 self，我们一会儿会看到是 self 啊这个关键词。那么反过来呢，就是带减号的这种，就是普通的这个变量，它们呢就既可以调用静态的这些，就是带加号的，也可以调用呢带减号这种的普通的函数。那么它也可以使用self 指针啊，就是这样。这个呢，其实会 C 加加的人呢，应该也很好理解。再来看一下这个方法的定义啊，这现在这个呢是一个没有参数的方法啊，没有参数的方法就是这样，很简单。那么带有参数的方法呢，写法就和 C 风格呢，C 语言风格就不太一样了。比如我们看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它有一个参数。那么先说一下，它前面这个括号里面啊，当减号后面，前面括号里面这个内容是它的返回值的类型。那么像这种情况，实际上返回 ID 呢，相当于是返回一个 void 的指针。它的参数呢，的类型呢，会用一个括号来括起来，放在以冒号为分隔的符号后边。那么这是一种它一个参数的情况之下，就是方法的名称加冒号加括号括起来的类型然后再加这个变量的名字。多个变量的情况呢，它的写法呢和 C 风格呢有更大的不同啊。那么有第二个参数出现的时候呢，不仅要指定类型和参数的名称之外呢，还要在前面有一个描述性的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呢是由用户自己来定义的，去更多的是一个描述性的，用于描述这个参数的用处的啊。像这里 folder 呢，指的实际上就是一个文件夹的名称。那么它后面这个参数呢，是一个 nstring 是字符串。那么这个字符串指定的就是一个就是 folder 的路径啊。这个是和 C 语言不一样的。大家也在刚开始的时候，尤其初学者会很不习惯。说实话，这种方式确实有点奇葩。当然，大家要会了解之后会用就可以了。好，那么这是头文件当中对一个类的定义啊。那么我们看看，在它的对应的实现文件里边呢，实现一个类的时候呢，会用到 add 加关键字 implement 实现啊这个英文单词，作为实现一个类的开头啊。然后呢，以这个 at end 呢，作为它这个实现的这个过程的结束。那么它呢，在这中间呢，定义是来实现它所声明的这些方法，都是这样子啊。这个呢，不像 C 加加里面，C 加加里面呢，并不需要指定一个范围啊，只需要在它的 implement 里边呢，实现这些函数就可以了啊。但是它要加上一个。如果是 C 加加里边呢，可能要加上一个这种的，这种风格的这种，就表示呢，当前这个函数呢是这个类的成员函数。那么在 Object C 里面呢，不是这样的写的啊，而是用 end 和 implement 来定义这么一段区域。实际上只是格式上的不同啊。使用起来的时候呢，只要大家习惯了之后呢，就是实际上是一样，都是面向对象的语言啊。这里强调一下，Object C 呢也是面向对象的语言，它也是类可以继承啊。你看这里的类呢，它就继承自 NSObject。绝大多数的苹果自身的提供的对象，提供的类呢，都是继承自 NSObject。NSObject 呢是他们公共的父类。虚函数呢，在Object C 里面不需要特别的关键字来定义啊，只要是你的父类和子类的函数呢的声明是完全一样的啊。那么它就是自动成为虚函数。还有一点不同呢，就是呢，在Object C 里面呢，self 呢相当于是 this 指针
它用的关键字不一样。那么 self 呢，最常用的场合呢，就是 init 这个初始化函数里面呢，会按照会使用到 self 其他的场合呢不是很多那么 init 呢这个函数很特别，在 RC 里面呢，虽然它不是一个强制的初始化的函数，但是呢，就是它是一个相当于惯例吧如果你要初始化一个对象的话呢，就要调用它的 init 或者init 一族的这些函数。这里面会使用到 this 指针，就是 cell。那么它父类的指针呢，这里呢就是用的关键字是 super 我们可以看这个函数里面，那么这个函数是它首先呢上来就调用自己的基类的对应的这个方法那么呢在调用的时候呢，它就是使用的这个 super。这个关键词，它呢等同于在 C 加加当中，我们实际上 C 加加当中它实际上我们会这样调用，就是它的 parent class 假设这个它的 parent class 是这个名字，然后这样来调用它的，这样来调用它的父类的这个函数，但是呢，在这个 object C 里面则是用 super 这个关键字来实现的。